最近看了一本韩国人写的理财速记，这是一张利率固定下的复利表格。然而，我创造了一款在线工具，用于计算利率固定的情况下复利收益情况。我们就按照书上的例子，初始资金为100万元，每年增加100万，投40年。利率固定为5%，来看一下图表。第10年，就像书上那样，1420万。20年，3571万。还有30年、40年的，真不错啊，仿佛马上要走向人生巅峰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从哪里去寻找这么好的理财产品呢？